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9日，今天真是 really very 好，似乎个市是开始喐啦，喐的不是因为一大嚿嘢系会喐，那些叫大嚿衰，不是很肯喐，而是底下很多的是股票。小隻啲嘅二三線不是成分股的開始動起來了，所以呢個咧我就覺得叫做好啦。